是中国沧州群英武术会田秀峰，布鲁诺是我在西班牙的好朋友，现在担任西班牙奥林匹克格斗联合会中国传统武术部主席，目前开展教练培训项目，该项目可以提高西班牙中国武术的教学质量，同时增进中国与西班牙的友谊与交流。我对布鲁诺开展此项项目表示非常的支持，并感谢布鲁诺为中国武术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做出的贡献，谢谢。